受死吧！李霆锋，你做什么？王启明，我本想放你一条生路，但如今你自己要找死，那就怨不得别人了。李霆锋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殿下不必慌张，我只不过想问殿下几个小小的问题，只要你肯乖乖配合我，我答应你一定不会伤害你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先解决了这个倒霉蛋，别怪我心狠手辣，我是劝了你不要跟来的，可是你自己非要来送死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李霆锋，你究竟何意？我当然有我的理由，岂是你这个贱民能理解的？你说你想问殿下一些事情，说明你想了解的事情只有皇室之人才能解答。难道说你想了解皇宫的什么秘辛吗？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。别废话了，受死吧。天罡破云阵盘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宝物？陈少早就知道你有问题了。可恶，又是秦尘。这是陈少给的，科解各种禁制，殿下快服下。实力提升得如此之快，此一时彼一时。李清风，我说过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一定会胜过你。凭你也想击败我，简直痴心妄想！天崩，刀意，破空。请别小心，九天龙啸，刀意绝灭。怎么可能？你只不过是一个天级初级，怎么可能压得住我？李清风，我劝你立即束手就擒，今天你是逃不出去的。